TVB 节目巡礼大合照一向可以睇到无线对艺人嘅重视程度，由高层钦点嘅位置绝对唔可以企错位。最近 TVB 节目巡礼2025原定企喺第一排嘅视帝郭晋安，因为工作嘅调动安排，临时提早离场。事后蔡思贝近年就被指冇剧拍，但系就仍然企喺最前排位置嘅正中间。可以睇得出地位依然不变，而第二排的 C 位就可以睇到边个会由二线上紧一线。尤嘉欣今年升呢，企咗喺第二排正中间，而孔德贤亦都企喺中间位置。上年喺第二行嘅丁子朗亦都晋升到第一排嘅最侧边。至于马明同埋高凌就未见踪影，相信系因为拍摄紧2025年嘅贺岁片。